身为专业的外送伙伴，时刻确认细节是必要的哦。啊，有单了，我先确认一下取餐资讯，等等再聊哦。嗨，老板，我的订单编号是 A B C D 1234。哦，来，你家。好，那我确认一下哦。餐点我包好，然后发票在袋子里。80元鸡腿便当一份。诶，老板，还有一碗汤哦。秋蛋几了？来，这样都齐全了，谢谢你哦。对了，老板，那消费者有注明要餐具吗？哦，这份不用餐具哦。谢谢老板。骑车小心哦，拜拜。来确认一下送餐资讯。哦，要放篮子里。我是Foodpanda合作外送伙伴，您的餐点已经到了哦。请问是林先生吗？对，我是。不好意思，请问篮子在哪里呢？放这里就可以了。大家要记得接受订单时要确认取餐资讯，取餐的时候要细心核对餐点内容，最后也要记得确认送餐资讯，并留意消费者备注哦。不是我在臭美，但如果有外送模范生这个奖项，我说第二，绝对没人敢说第一。请传授弟子外送不败秘诀吧。来，招数一，谨记三缺才是专业。确认消费者备注，资讯不漏接。您的电话将会接到。嗯？没接。传讯息给他好了。致电联系消费者，或确认消费者有回复已收到讯息，才算是有确实联系到消费者哦。确切送达餐点，完成送餐。招数二，心平气和，平安喜乐。我是Foodpanda合作外送伙伴，您的餐点已经到了哦。好的，我马上下去，等我一下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刚突然肚子痛啊。没关系，人没事最重要。太贴心了吧。招数三，正确找清零钱，清楚付款方式。这样总共是369元哦。这里是1009元。这样要找你640元哦，稍等一下。500、600、40，这里是640元。竟然算得这么快，而且数字还是正确的。这是您的餐点哦。你已经使用信用卡支付了哦。对哦，谢谢你。哇，师傅，请收弟子一拜。只要随时注意系统资讯，保持友善态度，依照流程完成订单，保持订单品质，你也会是外送高手。听说流程有更新哎，要从哪里看？问一下小美好了。等一下，使用Foodpanda外送团队。啊，听说最近有新的装备，代卖场连接在哪？问一下小美好了。等一下，使用Foodpanda外送团队。啊，听说最近有新的活动。等，我知道，Foodpanda外送团队。Foodpanda外送团队，一分钟即可完成验证。不论是最新活动、流程公告，甚至是常见的 Q&A，
都可以在上面找到答案哦。